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三分日记。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会发现手机的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以前充一次电能用一天，而现在呢，一天要充好几次电才够用，并且手机越用越卡，还发热严重。那么这些问题呢，不一定是你的手机用旧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机上面安装的各种好玩的软件越来越多，哪怕你没有打开它，他们还是会在后台默默地吃掉你手机的内存和电量。现在就教你两招，简单设置一下，为手机省下很大的电量，又像新手机一样耐用。